OK 了，大家好，我是雪哥溜溜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去重庆的摩博会。然后今年呢，我们没有骑车去，因为正好是中秋嘛，然后上班时间，所以说就这样子。然后呢，今天呢，我们就坐动车去，是我们三个傻大傻子，然后去的。然后摩博会的话，其实年年都差不多，而且年年都挺无聊的，但总得还是要去一次。而且每年都是群魔乱舞，那今年呢，我们就关注一下群魔乱舞这件事情。好，每年都很无聊，但每年都要来。那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摩博会的现场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，就去年我到这个地方之后，车已经停满了，今天感觉车变少了呢。变少了好多，不知道为什么，还是因为前两天这边炸街的炸太多了，然后被勘测掉了吗？他们一下子变得很清静啊，像一个正儿八经的车展，不像群魔乱舞了。那今天呢是19号，但据说17、18号是挺乱的。OK， 这个是 QJ 发的新车，一个300的巡航车。我说实话，从造型上来讲，感觉还行，好像那个小火神啊。OK， 那这辆车就是 J350 啊，都知道。有点像奥克斯塔的那种造型，但是这辆车槽点来了，从这个角度看，我的个妈，这是啥意思，实在是太二了。对，那中身的话也出了一个 Coco 啊，它叫亚米，对，好像我记得应该叫亚米。亚米这个车子的做工我觉得比那样 Coco 的话要好一点点，但是也没好到哪里去，塑料感还是比较强，但是那种缝隙的话可能要比嘉陵的 Coco 的话要好一些，然后大概就这样子的。不过我觉得它这个大脚羊啊，那个羊头的造型，我个人觉得不是很好看的，还是 Coco 那种好看一些。OK， 那这个车子呢是无极新出的250882，说实话这个造型啊还是很装逼的 ，XCR 300，这车子就是照片要比真车好看。哦，四个亿！哎，刚才的那个XCR 啊，现在来个小姐姐，我操！如果 4S 店里面全是这种小姐姐来卖车的话，我觉得生意可能都会好很多啊，你们觉得呢？兄弟们，这个怎么样？大家喜欢吗？哪个乖？哪个乖？就这个吗？这个我也觉得奶罐的。哎，真的，说实话，豪爵的妹子。豪爵怎么样？可以，豪爵口碑很好。哎，不错。OK， 摇曳露营来了。这个才是露营的标配嘛，对不对？有没有？这里的人真多，现在还要排队。
常备车啊，常备车。是当一个男人喜欢上了一辆车，走过去了又走回来，他又在看他，刚才就看过一次，他看没有没有看哈，就是那辆，就是那辆 Z900RS， 还在看，看他还在看，还目不转睛还在。哦，那这就是我最后打卡的地方了，今天的目的所在。中兄弟们冲冲冲！哦吼，妈呀，比赛的展台都下班了，锤子锤。尴尬的哟，没人了，没人了，咋办？哦吼，真的没人了。